大家好，我是这个功夫者的形意拳教练啊，万千。给大家讲讲劈拳啊，劈拳定式劈拳啊，我们把三体式炸好了以后，就在这儿，就一个一个这么打，一个一个这么打，哎，这么打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要这么打？这才是真正长功夫的东西啊！所以在这儿一定就是，我看别人打拳啊，劈拳都这么打。所以你不管任何东西，一定要带着宁果专翻啊！你要是不带着宁果专翻，你和人家的这个对战的过程中一点作用也不起来。哎，力量特别大，人家绷着劲儿，绷住了，你力量特别大，你想着这么去劈人家，你是劈不了的。你必须带宁果专翻，必须带这东西啊！来，必须带这个。哎，说这个东西在哪儿练的呢？就得一下一下的，包括这个后手来，其实后手六分，前手四分劲儿，后手非常重要。来，举起来，准备要打。哎，看着没有？哎，所以说，嘿，哎，啊，所以这个后手非常重要。哎，你在这儿一下一下练，一下一下练，这是定式劈拳，一定要这么练。